自从我学会了这个方法，养小鸡小鸭真是太简单了。Do you have the doggy? What? Wow, 小鸡。哇，好可爱。那么拿出来。我买的小鸡。嗯。哇，好可爱的小鸡。对呀，我扔在里面。他们好暖和，两只黑的，两只。你就不要到那边了。哎呀，过来！小鸭刚才摔了一跤。咦，这个小鸭，这个小鸭好小，不知道是母的还是公的。来，把它倒进去。慢。哦，它倒它了，你看。它倒的，哇，这个小鸡太坏了吧！它啄它的嘴巴。这小鸡的，你看这个小鸡黑色的，可爱不可爱？黑色也挺好看的啊，这个黄的已经太大了，我感觉这种不好看了，对吧？那黄的太大了，应该买这种小小宝宝宝宝鸡更可爱一点。但它给我抓那么大，应该找小一点的。你看这个鸡，这个鸡大一点，有些人喜欢大的。这两个鸡太大了，这两个鸡会欺负那两个小鸡，我觉得。这样，这个小鸭抱着。嘿嘿嘿嘿嘿。哎，这两个小鸭你们喜欢哪一只？这只一点。这只，这更小一点。哦，它会跑的。放碟子，你看妈从那个插过来。给他吃的吗？妈妈给他吃的吗？给他吃的吗？
小猫妈妈。对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开始没找到水，现在找到了，现在找到水喝了。他水，我也看到这里了。现在找到了，又吃又喝。他是饿，刚才是没找到，刚做的他这种饭盒还不太习惯，还不认识啊。是这个吗？嗯，对。现在找到吃的了，又吃又喝了，饿了。又吃又喝了，这样他不占。小爱怎么长？这样它不占空间，而且还不容易站在上面弄脏，水也不容易撒。你看它这个可以飞小吗？这个固定的非常结实。它可以飞小吗？这变成固定的，换水的时候脏了还可以重新换一个这瓶子，扔掉可以重新做一个瓶子。你可以用这种线上的这种绳贴的。两个人在这儿，这个小鱼小三了，我们叫小鱼三吧。那这个小鱼，这个堆它呀。不过他要从那上面喝的，那上面喝不动。不是从那边喝，对，下面喝。好聪明！现在找到空了。这个小鸭子。